我觉得不怎么样啊。嗯，先来测试看看，用它原本的效果。Get hot, get too close to the flame. Wild open space. 然后等一下再来测试用原本一般的家庭剧院飞利浦的，可是它比较贵，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买。对啊，没有啊，你等一下试试听啊，我们把它转从一般的。写已连线呢。好，关掉再连这个。我用飞利浦的来听看看。哎，这个太早了。切回飞速的感觉，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听？不是按原本的吗？你觉得这比较好听 ？Thank you 的，不是那个原本的。原本的。好，把它关掉。然后换听原本飞利浦的，飞利浦的。你看，我们是飞利浦的，这个本来是这首，对不对？他把我的曲目弄到完全不会有声音了，乐乐。你为什么要去拿窗帘？我跟你讲哦，之前有一个小朋友，他就是玩窗帘绳，然后勒到脖子。之后就不能走路了耶，乐乐。你只能躺在床上。哪一个比较好听？飞利浦的。现在这个比较好听。好吧。那 Benq 输了。